our first matchup tonight for Pro MC 10. Neil Huang takes on fellow Taiwan countryman Wu Pei Shou for hometown bragging rights. Both fighters possess a well-balanced striking and grappling arsenal with multiple accolades for both athletes in Sanda and BJJ. It's no surprise that these two would eventually face off, making their professional debut here tonight at Pro FC 10. 80-kilogram catchweight bout, Neil Huang Zhenkai versus James Wu Pei Shou.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bout is scheduled for 3 rounds of action. Introducing in the blue corner to my right, weighing in at 77 kilos, standing 182 centimeters tall, fighting out of Wujia. He's at home right here on Taiwan tonight, making his professional debut, Neil Huang! His opponent, in the red corner, 77 kilos, 188 centimeters tall, fighting out of Chunfenghui. He's also homegrown right here on Taiwan. Also, this is his professional debut, Wu Pei Shou! Instructions, follow my commands at all time, protect yourself at all time, fight clean, fight hard, you can touch gloves if you want to, go back here. Hello, 朋友，大家好，欢迎透过我来电视网的转播，一起来欣赏 Pro FC 10第十届的一个比赛——万夫莫敌综合格斗赛。我是主播杨振磊。我是全方位格斗馆蔡志贤。好，今天这场比赛由我们两位还有转播的团队呢，这场赛事啊要来为大家来服务。马上看到在今天所进行的第一场比赛，你要晃黄真凯要对上的是吴佩修，两位都是来自台湾的选手。是的，这两位都是台湾的 MMA 的新星，今天都是他的出场秀。在黄真凯表示啊，今天他是第一场 MMA 的比赛，印象比较深刻。另外这个吴佩修啊，他是我台湾大学的学弟。是。那台湾大学毕业之后，他不知道要干嘛，所以在之前的 ProFC 比赛啊，他当场边的助理。然后呢，他在助理当助理完之后啊，他十分感动，他跟我说他边骑车边回家边哭，对，因为太感动了，所以他决定要来这个参加踏入职业格斗界。那刚刚啊，这个吴佩修啊被这个西撞撞到裆部，相当的痛苦。对，所以看他的表情还蛮不舒服的哦。现在经过休息之后，要来继续跟黄真凯来进行对决。那裁判要看他的状况啊，需要休息多久？到现在还是非常的痛。那我相信这不是绝对故意的啦，然后这不是故意的，但是真的很痛。这场比赛呢是77公斤级的一个对决啊，那当然在身材的部分，吴佩修是比对方要来高个6公分左右，188公分哦，对上182公分的黄真凯。对，他平常是91公斤，这一次啊是硬降了这个11公斤，哦，蛮多的，相当的累，相当的痛苦啊。那到降重，就是在称重完之后，到现在他应该恢复了大概7-8公斤左右。好，这个黄振凯啊，过去力技不错，就是 standing 拳跟脚，拳跟脚不错，但因为啊，他之前手好像有受伤过，所以改练地板。是，今天他应该会找机会啊，要把这个吴佩修带到地板。那吴佩修身材比较高大，他应该会利用他身高臂展的距离，哎呀，这个地扫踢，砍到这个吴佩修的大腿膝盖，双方硬砍，又踢倒了，到了地面。好，他抓住了手啊，要做这个armbar。要小心，小心！昂巴尔要来做尝试，要从背后出发啊！现在在背后可以改成做裸脚哦。这个吴佩修要小心一点。那吴佩修当然也可以做一些摔法啊，把在后面的黄振凯给摔到地上。就要看双方的攻防。那目前呢，黄振凯双脚啊是插到这个吴佩修的双脚里面，是采用站立式的一个背后裸脚啊，这个是相当恐怖的位置。吴佩修要尽量赶快摆脱这样的一个险境。这是在第一回合所进行的比赛，每一回合是打5分钟。对，现在看到还是
没有办法挣脱开来。对的，那这个啊，已经进入裸脚的位置，这个黄正凯哦，他另一只大臂已经切到这个吴佩秀的咽喉，嗯，对，那另外一只啊，用二头肌要把它锁进来啊，好，这个已经被吴佩秀防御住了，吴佩秀想办法要挣脱这个状况，好，从下位来做打击，整体上啊，哎，好。进入了背后，还是啊，黄正凯占据优势。嗯，这个拿背位置是相当的凶险。目前吴佩修还没有脱离险境。我还是想办法要把双手给扯开来。对，我现在看到右手臂已经全扣住了。对，但是吴佩修的下巴是有缩着哈，所以这黄正凯的右手没有完全切到吴佩修的气管或是动脉颈动脉哦，两个部分可以攻击。好，暂时解脱，但是还是被做地面的一个锤击。那我这个 MMA 啊，他的手套相当的薄哦，所以随便打几下都会让人觉得很昏很痛。是，好，吴佩修也不甘示弱，往后打，但是往后打是比较没有力气的。现在又进入了这个背后裸脚的位置。那为什么会说这个是裸脚呢？因为以前有穿道袍的这个脚技就是算是有袍的一个脚技，那没穿就叫裸脚，所以我们的国外就这样沿用下来。是Near Naked Choke 从背后的裸脚，裸体的裸了，对对，裸体的裸，哇哇，能不能撑得住呢？吴佩秀能不能撑得住？下巴一定要收啊！现在还剩下一分钟啊，看起来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撑到这一回合结束、但是这个吴正凯啊，他的已经锁住啊，相当有力的位置，哎，又被这个吴佩修有点把他扯开的样子喽。目前吴佩修消耗了相当大的体力，因为他是背着黄正凯啊，背着黄正凯又被他勒着，没办法呼吸啊，这是双重的一个煎熬。两人都是第一场的 Pro FC 啊，对对对，今天是他们实现梦想的一个机会，对，希望双方都要撑下去，做裸脚的用力脚，那被要防守的呢也用力撑下去。好，剩下不到30秒钟的一个时间了，在第一回合。其实他的黄正凯啊，他使用的一个脚技已经相当正确了啊，嗯，是吴佩修啊，用他的意志力在苦苦的支撑，还是顶住。对，最后的15秒钟，可是他的体力消耗太大了，对，背着一个人背了5分钟，没错，老背少啊，而且还要这样不断的接受进攻啊，对，老背少真的是太辛苦了啊。好，第一回合的时间结束，哇，终于结束，哇，两边都有点精疲力尽的一个感觉啊，黄正凯直接摔了下来。那待会看了第二回合啊，双方要怎么打？不过吴佩修算是撑了过来哦，在已经被对方用脚给裸脚给锁住的一个情况之下，而且锁得非常的深啊，对，竟然硬生生的把他忍了下来。我们这次的一个比赛啊，总共安排了12场的一个赛事，这是在第一场的一个比赛，有两位来自台湾的选手来进行哦。那当然，张景雄还有黄玉仁，等一下也都会接着登场哦，这是大家所非常期待的台湾选手。刚才场边助理啊，就是交代啊，在运用对付背后裸脚的时候，手一定要伸到耳朵这边去保护对方，把手臂切到你的气管。我们常常讲这个 telephone 啊，打电话的手势，对对对，手放在那边，对方就比较没有办法切到你的气管。这是算是保护这个你的脖子这个地方了。对，刚刚是已经被勒中了，用手要故意把对方扯下来，并不那么好扯啊，防范于未然是最好的。这个是龙就是这一下的西装，就是这一脚正中，不是正中下踝，是正中下裆，是淡淡的忧伤啊。对对对，很快，我们讲不到没多久，他们就没得休息了，就要官方的一个规定，当然每一回合5分钟之间有1分钟的一个休息时间，只有一分钟，很快马上第二回合的比赛5分钟要再次来进行。好，碰拳之后马上来进行，在 blue corner 所谓的蓝角这边呢是黄正凯，那在红方的部分呢则是吴佩修。对，可以从他们休息的角落上面有贴这个贴纸，那另外是他们拳套上面也有贴，对，没错，黄正凯是蓝色拳套有贴黄蓝色贴纸，是那再来是吴佩修红色的，那双方好近身，其实吴佩修近身的话对他比较不利啊，因为对方就是想把他带到地板上面去。好，现在看龙边的战术，但基本上黄正凯是被吴佩修压制住了啊。那刚刚这个
吴佩修被整整勒了一回合，看这一回合能不能扳回优势。好，摔法，哎呀，带到地板上。对对对，不错不错。这是一个 side control， 然后转一个 mount 的位置，要起枪位。哦，好，哇，连续的进，哎呀，哇，不，这边被黄正凯站起了。对，吴佩秀也好，有点狡猾了，太可惜了，没有逮住这个机会。对对对，逮到一点点，大概蒙到几拳而已啊。好，现在又换吴佩秀啊，被压到笼子边。好，这时候做袭击，哦，其实还可以做肘击。好，这是一个往下压的做法。哎，不错，手肘，哦，连续三次啊，哦，连续的，对，这个很容易喷血哦。哦，这个 elbow strike 做得不错啊。好，哎，袭击上头，这角度很刁钻。哦，今天吴佩秀要做这个打击机的发挥，不是用吸就是做肘。好，再来，刚才吴佩秀要做一个舍身技啊，往后做摔法，但是被黄正凯给抗住了。黄正凯这一回合啊，吃了一点苦头喽。有别于第一回合啊，这一回合目前是吴佩秀占上风。对，看的表情也是黄正凯比较痛苦一点点。嗯。好，一人一回合了，哦，公平。好，哇，好像有没到裆，但是到大腿。他有在做裆部，可是裁判，哇，连这个牙套都打掉了。对，黄胜凯有在跟裁判示意说有被膝撞到裆啊，但是裁判看有没有认可，裁判有点说好像没有撞到啊。还是要经过执法裁判呢来这个决定。那第一场比赛就是来自波兰的裁判 Gorski。裁判好像刚刚讲没有，有时候裁判不会接受选手的抗议。是。啊，同时我们看到这个时间点也是稍微暂停的，对，在2:42。是不是？裁判现在要把黄正凯给带回来了。比赛要马上的来进行，还有他需要叫水，需要拿水吗？因为牙套有掉到地上，是不是这样子呢？是要把牙套再拿回来，拿回来。这场比赛两边啊都有这种下半身的一个进攻啊，让对方吃足苦头啊。对，好，重新开始，哎，啊，一个高劈腿，踢到了这个黄正凯的下巴。还好他抗击打能力非常够，有点不为所动的样子。哎呀，这个吴佩修啊也中了几拳，被压到。好，双方火拼。吴佩修啊，其实他前脚跟后脚啊，踢头都是他的一个拿手武器。嗯。那目前双方的拳腿组合做的不够多，大概都一次出一拳或一脚。嗯。哎呀。因为你没有先用片哦，你直接出那个后脚，对方看得很清楚，他就是往后退啊。嗯，所以要多片一下。啊，刚刚踢头，现在踢脚啊，这个踢得不错。那我相信呢，这个黄正凯大腿现在一定很痛。哎呀，绕到后面，哎，吴佩秀体力差了一点。不过刚刚绕到后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位置。好，要做一个超人拳，哇，吴佩秀这么高还飞到空中啊。啊，黄正凯现在会用什么战术呢？他应该会下潜啊，要去抓吴佩修的一个大腿，把他带到地面啊，所以吴佩修要小心点。那吴佩修拼命用这个低扫腿啊来扫对方，那黄正凯也还以颜色。哎，我的吴佩修还有一点爆发力，有一点像篮球要过人啊，做个假动作啊。好，现在又带到近身了。哎，对，好。摔到地板上面去了，看谁占据优势位置。哎呀，被黄正凯抢到了优势位置。黄正凯现在有一个优势，那吴佩秀把他蹬开，upper kick， 有向上的一个踢击，但是还是被黄正凯挤了进来。那吴佩秀要做这个三角脚啊，他把两只脚啊锁住了黄正凯的头，那带到了一只手臂，在这个位置啊可以做很多的一个降服技，而且啊。吴佩秀不止降服技啊，他还锤啊，这个黄正凯真的是攻击力相当的强。好，现在换黄正凯发威，挤到这个侧面位置。好，这个哇，这个位置黄正凯很难抵挡，有可能会被裁判终止比赛。哇，
前来的位置已经很难保护了，对对对，没办法定了，对对对，完全被压制住，只能代打了比赛，对，有被这个裁判了没收了，没收了，对，哇，看到这场比赛，吴佩秀在第二回合直接扳了回来，两位台湾格斗新星的一个君子之争，我们要恭喜他。Winner by TKO， 吴佩秀。哦，这是 TKO 啊 ，Technical Knockout， 所以就是裁判局来终止没收掉的比赛，到 KO， 另外对方投降啊，还有呢，嘴巴上面的一个投降，另外就是 TKO， 就是刚刚看到的，像是 Tap Out 平常可以拍，可是有时候你没有手，没有手的时候，你用嘴巴跟裁判讲，那有时候连嘴巴都没办法，要脚，要用脚，对。对好，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就是一个膝撞大腿的技术啊，是撞到就是会软脚，撞到那个筋，哦，在近距离的时候可以使用，然后再加接一个拳，哦，那时候他可能要表示说他有被踢到，撞到裆啊，嗯，啊，但是啊，裁判这时候就进来了，一个直拳加后手中拳，哦，又打到，对，不错啊，前进的万兔直拳，哦，到了地面，哦，这个似乎是一个关键哦，被吴佩秀翻转过来之后到这个。控制的位置，这叫加沙固，是，整个把他压从两手完全没有办法来保护头部了。哎，是的。哇，超人拳，飞起来，哎呀，飞过头了，就没打中。哦，哎，两个都过头了，所谓的 Superman Punch， 对，yes， 超人拳 Superman Punch， 对。哇，乌龟翻身，哦，就是这一下。哇，结果住，对，右手被大腿给扣住，对对对对，另外一边是右手扣住对方的左手。我们这个类似一个 crucifix， 是十字架的一个架法，不是十字固哦，另外一个十字架，把对方两手都给摊平了，没有手可以抵抗了。